我们走到骆驼农场比较里面的地方，拍个照片。那这是这些骆驼，它都是有主人的。那我跟骆驼一起合照，其实骆驼的毛摸起来还蛮顺手的，蛮舒服的，就是它的毛其实不会说很刺很硬这样。再来，我们路过有一个摊位，那位老太太正在做优格。导游说，头黑的白、身体白的这种羊，在是索马利兰的特有品种。大哥，老爷，不是那索马利兰怎么甩？